呀，我来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不好，偷袭！打个打手！你别笑。特维加，原来我今天挑战的是刺猬索尼克，他的这个是。索尼克呢，我估计他真的快撑不住了，我们有希望成功了，把他给撞倒。你加把劲，你的机会呢马上就要用光了。放心，我现在派出的是一辆前面可以抬起来的重锤车辆啊，这样呢他的攻击面积就更大了。哎呀，怎么就错过了？嘿嘿，你这飞得也太准了吧，没有想到他那只脚就没了。每一次呢还有机会啊，这轮呢我派出一辆破碎车准备对前面的索尼克进行一个破碎。看样子很厉害啊，但是我怎么感觉他的速度不够快啊？他能撞到索尼克吗？肯定可以的，我都还没有踩油门呢。等一下，我让你见识一下啊！我冲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他的实力。哇、哦，你这下不错啊，相当于精准打架。我估计这个索尼克呢，快倒了。应该是快了，他现在最脆弱的地方呢是他的脚，他的脚呢我们留在最后面来攻击啊。啊，我们再来攻击他的头啊，看一下这下他的双手呢会不会拍我啊？啊，我估计到这个位置，他有时候反应不够快的话，应该是拍不到我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他的反应还是很快啊。好吧，我的错了，他的反应太快了。你就别做是挑战他的头了，就直接往他的脚攻击就好了，他马上就要倒了。好吧，一定要飞准来啊，精准的往前冲吧。哎呦，等一下。算吧，你再来一次呢，他马上倒。好的，成败呢就看这一局了，一定要撞准来啊！他的这个角度呢，我往左边偏点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哎呦，这一下哇，撞一下，我撞到了，他倒了吗？你撞是撞到了，不过呢，他的身子还在啊。啊，不会吧，这样都还不倒？好啦，你也别纠结了，就算你今天挑战成功了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啊！我是超人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